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Stray Kids 成员 Lino 斯明兄弟在20号结束行程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。事发后，成员们与工作人员都到医院接受了检查。根据报道，成员们目前除了轻微的肌肉痛与挫伤外，并没有严重受伤。但是医护人员建议短时间内还是要进行观察，所以三位成员将暂停活动。 JYP 娱乐官方也声明，9月20号结束行程后，Stray Kids成员Lino斯明兄弟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事故，被送往医院彻底检查后，成员以及同行的工作人员没有严重受伤，医院建议暂时需要进行短时间的观察，因此三位成员将暂时取消后续的行程。突然的消息让粉丝们担心，我们深表歉意，我们将把艺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艺人早日康复。不能参加米兰时装秀，好遗憾，希望成员们能好好休息。交通事故后遗症真的很可怕。 幸好没有伤很重，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。因为就在前几天，我们刚提到过 Lady Scoot 的事故，所以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真的是有很紧张。希望 Stray Kids Lino Smith 以及童星的工作人员们都能早日康复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爱豆发现自己的站姐在拍其他成员时候的反应。